这个皮肤锁链断了，野兽就自由了。我这带错技能了，没带盾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。炼金术士沃尼克，这不是，这是赤血狼，赤血狂暴。有灵石我就魂漏一手。暴力是死亡，或者是一种生活方式。你知道自己做了什么？中单小法师，往我这边走。约德二人最初的掠食。来，找到这螳螂，哎，咬，挠，耗点盐，好闪现，我的好兄弟。你们觉得这螳螂能不能去打？我们要不然就一件不收了，直接就红枣了。你们觉得？我觉得可以。他没打。他没打，我打，我不能白来一趟啊！来都来了，给我！你这不给我，我这没经验。哎，这怎么好像分经验了？为什么 buff 也在分经验呢？哎，咬！哎呀，我这不行，别算了吧，不行，算了吧，不行，算了吧。我很记仇，这城市就是我的猎场。看来不能算了。双 buff 了，我死了的话多少人能活？这完了，这三级打一级。回家了。算了，不行，他回就回吧，我打断他也没有意义。算了，我就让他回吧。只是这双帽可能要没了。我现在两眼放绿光都，电眼逼人。咬，好痛！杀我们吧！打我身上啊，拳拳到肉啊！哦呦，这打我身上是好痛啊！简直是拳拳到肉！下的是沃里克，120-230攻击力，我感觉。这不能打呀，有点难打。他这装备有点太好了。啊，他1100来块钱装备，一块一块钱往下掉啊！祖安会看着你血流一地，却什么也不会做。
来个小布甲吧。不打了，溜了。别叫了，跟走。嚯！哎，他咋升了呢？操了，四级打六级。对了，我就是干这个。我差点就感到痛了。太难了。这把得是挺难，这把得写个难字了。这把腾空算不了什么，等个六吧。这边我们有点盐，关键我技能还带错了，我还没带盾。好难，好难！太疼了，打人！吸点血。啥时候能升个六呢？还没死掉，我操了，我这闪现还没好。我这波要能有个闪就好了。这装备呀，简直是惨不忍睹啊！这装备。没事。太惨了，这装备，这已经不是我送不送的问题了，是我根本没法兑现儿。上来我跟那蛤蟆死完以后，我就基本上就是没法兑现了。他八级，我五级，你说俺俩咋打？上路猥琐，不然无敌了。他无敌我也没办法，我也只能看着他无敌了。来一层塔皮，还好我带了一手爆破。他无敌我也没啥办法呀。谢谢广坤的飞机。我曾经是那六级打八级，我头都痛了。中路可以去一下，哎，哎，你玩游戏太累了，你别把他吓走了啊！英雄，嗨！鲜肉，舅舅，来个人行不行？怎么赶开一波，这中路下路还能来个人呢？这么难玩呢？是尼克哟！你下的是沃里克，他留下了野兽。那中路那俩也不过来，你说就跟瞎子似的，往那一杵，野兽更确实是个瞎子。没事，现在才5-6，这都小问题。
鲜血就是代价。慢慢来，这都小问题。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这才哪到哪。跑吧，趁你还能跑。再跑快点儿！吃狗屎！你给我踢他！全都是愤怒！挠住！我交了所有技能，让蛤蟆给我人头拿了。这妮蔻跟我换个路还行啊！我变成了怪物。螳螂不跟我打，螳螂去野区了。嗯，我想去红找他，但他没带红，没带红，我们还是先回家。婉豪打不过我，可以。你没尖叫一下都会让我想起你，都让人撵着跑，你跟我说你他打不过你。但既然你说他打不过你的话，那行，那我就来总部就挺好，可以，我觉得可以。是你放了血把我招来的。走，也去找这螳螂去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是你造了这头怪物。哎呦！你不说他打不过你吗？我很冷静。石头人有道，你快点过来，他要无敌了。这地方眼熟，小法师没蓝。全都是愤怒。我养的别人还笑，那怎么还不让我笑了？笑还不行，那他自己说的晚号打不过他，然后他没打过我还不让我笑，你他妈的管的也太宽了。我去他下路还不让笑了呢，这还挠挠挠，咬住，别抢人头。好，鲜肉，你的下路咱可以试试。来来来来来，石头人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上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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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德雷文，来血。先杀德莱文，杀德莱文，别人不杀。咬，人头拿下。哈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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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踹他，踹白了。能给踢回来不？
提不回来算了。哎，他要一打五吗？他是，我咬他，先把他那个被动给他打出来。好，快点！把打拔了可以。干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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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人这么不怕死。无敌了！我要回去干掉炼金男爵们。我救不了你们。什么玩意儿？让你们看看什么叫九级杀十一级啊！看好了，什么叫九级杀十一级？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地级。我现在的装备已经比他好了，啊。是他已经是个弟弟了。逃不过我的迷子。恐惧。挠。咬。多少钱啊？哇，一千。晚寒做刀乐。你知道自己做了什么？原来有一千。叫了这么多兄弟，那兄弟自己来的，我也总不能让兄弟撤吧，那没办法。他再敢来我再杀他，明白吗？他再敢来我再杀他。下一个就是别怪我这阻安怒兽不留情面。你要再敢来我再杀你。挠住。点炎。不是这啥意思啊，这是。他怎么有大招呢？哎，他上波大招放了，他这波怎么能大招好了呢？好奇怪呀，这就有点怪了这。闪现中 Q， 我现在没有大招呢，他怎么有大呢？我差点就感到痛了。看我跟在你身后，一步上面都放过大了吧？别跑了，你给我跑了，你别跑了，你不挺狠的吗？你跑什么玩意儿？给我杀了！想跑？怎么我俩搁这儿贴墙？我没落。哎，弟弟，你这行。熟的就像爪子上的毛。他再敢来我再杀他啊，小弟弟，他再敢来我再杀他一波。小婉豪的还让他无敌了呢，还真是狂妄。回家。如果我没杀掉你，祖安也会的。等他一手小反甲，他没出，他要出出出聚聚，我也来个聚聚。这波我们先去趟中路，看看什么个情况。
先闻味儿。吃吃吃，开一技能炸闪现，有点疼，给我抱回来了。那石头人没有大刀吗？有大刀啊，看来不能这么上了。石头人有大招，早点炸呀。大 AD 呀，那晚猴不在前面给我扛着呢吗？我那不知道大 AD 吗？他在前面给我那大招给我挡了。没事，又有血了，小问题，我又活了，哼，我又活了，就坚持住，兄弟们。别着急，吸点血的啊。挺难玩啊。来点啥呢？这让我想想啊，我得来个死亡之舞，配一个智慧墨印。巨蛇之牙，你下的是窝里头，有道理。流行了野兽，有道理。这个巨蛇之牙分析的不错啊。我觉得可以除，可以来一个，可以来个巨蛇啊。现在他们家就是这个碗猴比较肥，你知道吧？然后呢，这碗猴呢就帮助队友来杀我，这样是不行的。我们不能让他加队友杀我们，我们得怎么的呢？首先我们得先把对面后排给杀了。先闻味儿，得来文在这里。先杀得来文来，不要用大啊，这大招不用了。没事，不行就加，先杀的泰坦，那回头杀得来文。OK， 然后去中路。泰坦在这里。找泰坦的，不行咱就杀碗猴也可以。哎，挠，别着急，这都小问题，死了，闻味儿。跟我赛跑，哎，吸附扣，别着急，我上就行了，这都小问题。靠，这怎么有个螳螂在这里呀、啊？简直是恶心。抠小兵啊，这不抠了吗？抠小兵，抠完小兵也就那点血都没有用，把这鞋换了，一会儿把这鞋换成水银鞋，然后我们来个魔宗，最后出一个死亡之舞，有魔抗，有物抗就可以了。我差点就感觉痛。老大，血流一地，
先闻味儿，不能老越躺啥呀这。挠住他，直接把他挠死，别让他动。哎呀，你动一下，一换一，这波还行，换了他们家最肥的一个人，这波打团打团，只要打起来，我们就是无敌的。想秀，我们家有炸弹人，跳，咬死。让你笑，你快笑！拆塔，炸弹人还是可以的。炸弹人把塔一拆就完事儿了。继续拆。快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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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谁的传送？不知道啊。泰坦的吗？这波要干什么？你们可能不知道。这波我要打小人。我早就是怪物了。算了，我还是杀螳螂吧。真的，我还是杀螳螂吧。先跑啊！这不能再打了。先把血吸满。野兽更强壮了。咬，挠，再咬，可以，挠他一下，让他破盾。吸附抠，挠一下，两下，挠死，又爆我。小法师没用，打不过我。快了！直接开一吸附抠炸，挠挠走位，挠挠，咬小兵，挠一下。鲜肉，要杀沙德莱文，我是远程英雄比较烦。把小龙打了，先扫一下回家了。回去干掉炼金男爵们。我们现在不太需要说是自己。伤害特别高，我们得右一点，把这鞋给他换了。都没开出来呀、啊！这波关键是你们嫂子跟我说话了，你知道吗？搞个技能没开出来，我他妈单手操作，我靠！不是送，也可以算是送吧。也可以算是送了，我关键我单手操作，我没 E 没摁出来，我想刚才一开始想 E 没摁出来。
但没事，对面大龙打不了，小问题的。只要大龙不打，那都是一切都是小问题。很记仇，你每尖叫一下都会让我想起过去。来，没打，味儿在哪儿？在这里，谁？怎么的呢？这泰坦这没杀过是不是？这炸吸附坑，救救！哎呦我天，这人这个多呀！一换一，凑合地儿吧。等我一下吧，等我一下，先别打啊！哎，这抢的漂亮，闪现呢？闪不了，死亡之舞掉血了，闪就直接就迁坟，刚才闪现就迁坟，这婉豪怎么感觉自己是无敌是吧？这婉豪。啊，那没人扛啊，大龙！要打掉了，快去！哈子抢一个，哈子抢一个，哈子抢龙，抢龙啊！哈子，哈子抢个大龙啊！哈子，瞅瞅瞅，就在那里瞅，抢龙，抢龙，叫惩戒，漂亮！我闻到味儿了，耶！你就除了我，你就别人就不会大了是吧？你怎么就只大我呀？搁这儿呢，小法师，他们家马上家要没了，漂亮！这基地马上爆炸，Victory！ 喜欢才抱你，要给我抱抱。